咖啡。咖啡师的内心情绪巨如宇宙，有时候看到厨余桶太多，也会开始反省今天是不是哪里没用好。不要说咖啡师，有心经营餐饮的都一样，看手机太专注忘了带走。Latte for Je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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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所坚持，拼命的咖啡师可能到旁边逛街了。老板，我还没拿铁。Oh no！老板，我还没拿铁。你好，今天需要什么？我要杯咖啡。咖啡？你要什么咖啡？看看这里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我要杯黄金曼特宁。啊，我们看来是同一张菜单吗？好啦，我要一杯美式咖啡。好，你要大杯、中杯、小杯？我要大杯。你要冰的还是热的？冰的。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我问好不好？第一天出来买咖啡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 Salmon Almond。 啊， Salmon Almond， 我们没有卖这个东西耶，你知道它的中文吗？就 Salmon Almond 啊，你怎么会听不懂？ Salmon Kaliki Sali Colorway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你乱说英文，我不能选你哦。你好，有什么？一只鸡直接包起来。好的，这样总共200元。那我帮你拿去。100，那这样找你300元哦。哎，弟弟啊，你知道我跟你爸爸妈妈很好吗？我们是好朋友呢。哦，那所以不用找了哈。我在咖啡厅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为什么咖啡厅不能讲话？你们要安静，可以去图书馆。我报警抓你们！我们是警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警察先生，我在咖啡厅讲话，里面有一群人直接把我踢出来。什么？这太扯了吧！你竟然在咖啡厅讲话，最讨厌你这种人了。剩下去跟法官说吧。学弟，靠起来。好，跪下来，双手放后面。等一下，我有权利找我的律师哦。我跟你们讲了，我可是花大钱在律师身上的。喂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快救我啊！喂，我在咖啡厅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律师费退给我。美女要买什么？我要一个鸡排，谢谢。好，美女好了，谢谢。来，小姐要点什么？我要个鸡排，谢谢。来，小姐，好了，好，小姐，来来。我怀念戴口罩的日子。美女要买什么？我要个鸡排，谢谢。好，美女好了，谢谢。来，小姐要点什么？我要个鸡排，谢谢。来，小姐，好了，好，小姐，来来。唐怡林啊，哟哟，唐怡林，唐怡林，伫倒位，伫倒位。请那个卤味阿伯帮我广播一下。他不加塑化剂、乳化剂、防腐剂啊。阿伯，哟。我有个同学叫唐怡林。蚊子哦，你说什么？蚊子。哎，我有个同学叫唐怡林。唐总师可以帮我叫一下吗？唐怡林啊，哟。哟，唐怡林，唐怡林，伫倒位，伫倒位。
唐依林，唐依林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卤味姐姐在找你。哟哟，唐依林，唐依林。美食くなれ、喵喵。ふわふわ。チュー。好 ，OK， 了解，谢谢。一回附近，然后，为什么在上面呢？画一个大耳狗，好的，你喜欢大耳狗？啊，好可爱。好，当然做好吸魔法啦。那我们手比爱心。美味しくなれ。萌え萌え。萌え萌え。喵喵。ふわふわ。啾。